那行，晚上见。哎，对不起啊。超重了没听见啊？你才超重呢！麻烦有点公德心行不行？我上班要迟到了。谁不是上班要迟到了呀？你别耽误别人呀。就是。哟，谁有公德心谁下去呗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下去吧，麻烦让一下。等一下，您是 DT 传媒公司的员工吧？你们金总昨天还在电话里跟我夸了一下员工素质，没想到今天就让我领教了。需要我再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吗？对他这种人，宽容就等于纵容。没错，就得这样。你怎么知道他是 DT 传媒的人？他宣传上写着呢。那您到底认不认识他的老总金总啊？这么有名的传媒公司老总，当然是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。没想到你也是击败的。哦，嗨。我之前没见过你，第一天上班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才来报道，今天是第一天正式上班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也是刚来了一个礼拜。哦，李腾飞 ，IT 业务专员。法务专员王若雨。行吗？嗯。李腾飞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会议室里有重要的客户，葛总让你招待一下来宾。哦，我马上过去啊。还不下班？哎，你们部门这是要搬家？还不是因为你，给公司谈了新的客户，有了新的客户呢，就得组建新的团队，组建新的团队呢，我们这些边缘部门的人就得给大家腾位置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这么折腾，要不然我帮你搬吧。行，那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OK。今天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我就当将功补过吧。你天这么晚了，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不用，怪麻烦的。啊，不麻烦，很方便的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取车啊。你等我一下。他是谁啊？哦，一个问路的，走吧。
没想到还挺巧的，咱们还是校友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你居然认识高培富。说来还真挺巧的，好不容易离开高氏集团，结果你又把他变成咱们公司的客户，这到头来我还得跟这帮人打交道。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自己罪过更大。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不是，我也是开玩笑。哎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别了，这么晚，我给你送到家吧，还是？真不用，不用，我马上就到了。那好吧，你小心点啊。嗯，那明天见了，拜拜啊。拜拜。你小心点啊。朋友什么时候来呀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应该快到了，我接着他，等着。红色卡座七号桌。啊，若雨，站。啊，你好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是不是故意的？你阴魂不散啊你啊！你才阴魂不散呢！咱俩谁阴啊？我现在我这脑瓜子还没好呢，我不是已经给你道歉了吗？道歉就完了，误工费、医疗费、精神损失费可都是我出的。哎，这还不算，临走的时候还说我是那种人，我哪种人啊？你是哪种人，你自个儿心里清楚。麻烦让一下，这张桌子我们已经预定了。麻烦让一下，这张位置我们已经定了。你真以为是你们高氏集团呢？不好意思。这个位置我们提前早就预定了。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？若雨，我会用皇上一方夺座了吧？哪儿来那么多一方夺座？我看就是他这个人诚心的。我再重申一遍，这个位置我们已经定了，赶紧到别的地儿去。我也和你再重申一遍，这个位置是我们先定的，麻烦你到旁边的位置去坐，不要影响到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蔚为之旅。你这个人，我发现你怎么到了？我还在下面等你呢。正好先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大学同学最好的哥们儿于鹏玉。大玉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我那个同事王若雨。他是你同学？是啊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儿。哎呀！作为本次青年创业大赛的独家赞助方，我有权在场馆内的任意位置张贴本公司的广告。高培富，要点脸行吗？哎，别动！王若雨，这位同学。请你立刻停止你的侵权行为。我凭什么听你的呀？我是高氏集团的实习法律顾问。那我问问你，有这么贴海报的吗？哪儿纸啊？啊？什么法律保护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？这是本次大赛组委会与独家赞助商高氏集团签订的协议，公司有权在场馆内的任何位置粘贴海报。是不是你站在这儿，我贴你脑门上都没问题吧？如果这样你就能接受我当事人的行为，行，你贴呀，贴呀，往这儿贴呀，哎，贴呀，你还举贴呀，好，别踩我。再提醒你一次，如果你继续你的侵权行为，我可以随时通知组委会取消你的参赛资格。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，自个儿看着办。既然是个误会，那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，好吧？啊，对对对。真是不打不相识嘛！再说了，我们四个可是校友，再加上这么有缘分，啊，我提议我们干一杯吧。谁跟他有缘？我同意，共饮杯中酒，一笑泯恩仇。来，大宇，大宇，主动点儿。
点那么小气啊，查你了。没干杯呢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来这儿干嘛呀？还能干嘛？租房子呗。你也租房？是啊，顺便帮老大看看。李腾飞他不是已经找到房子了吗？他那破房子也太次了吧，上个厕所得跑到1公里以外去。反正我也要租房子，顺便给他也看一看。实在不行我俩一起租。没想到你这人还挺好心的。那你看看，我兄弟嘛。两位帅哥美女，想要租什么样的房子？女士优先。我想租一个两个人住的两室一厅，然后最好客厅能够大一些，楼层别太高。要是有电梯的话，高点也无所谓，一定要离地铁站可以近一些。最好周围的配套设施也能齐全一些，像什么商场呀、电影院呀、超市呀、医院，就有这些就更好了。但是价钱别太高了。我懂的，跟我来。你们看这户。这户呢，主卧和客厅都比较大，活动空间充足，边上有一个次卧，可以拿来当书房，也可以将来作为婴儿室。楼里有电梯，就算是怀孕呢，上下楼也会非常的方便。边上配套设施非常齐全，医院啦、超市啦，什么都有，做产检啦、买奶粉啦、尿布啦，都非常的方便，特别适合像你们这样的新婚小夫妻。美女，我俩不是两口子啊。我明白了，来，跟我来看这户。这户呢，客厅、餐厅和厨房的面积非常充足，相对来说呢，两间卧室面积比较平均，这样呢就既保证了每个人自己的个人空间，也有足够的公共区域。这种房子呢，最适合。美女，我们俩也不是那种男女朋友。我明白了，我们去里面看。这户虽然整体面积不大，但是整个小区容积率低，环境非常优美，一对一式管家服务，地下停车库电梯直接入户，私密性特别强。住这户呢，只要你不说，别人就不会知道。我看起来像那么随便的人吗？哎，打电话。那大姐脑子里想什么呢？我看起来像那种人吗？真倒霉，遇上你连房都租不成。我哪种人啊？恭喜你啊，上午赢了个大单。什么大单啊？客户给面子而已。你就别谦虚了，报喜的内部邮件都已经发出来了，是不是就等着签完合同可以升职加薪啊？说实话，我升职不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次比选，于鹏乐他们公司也参加了。他不会让着你吧？这么没有职业道德。那么没品的事儿他怎么会做啊？本来还想着跟这小子好好比拼一把。只可惜，天不遂人愿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了。高屋地产最近也被高氏集团给收购了，所以是高培富在背后操纵的。高培富和于鹏月同学了4年，也打了4年，算是死对头了。我说我当时在高培富那实习的时候，于鹏月为什么对我那种态度呢？所以说，现在高培富当上了甲方，他就惨了。听说今天比选的时候，于鹏月被折腾够呛，一气之下就骂了他几句。
他这么冲动，当众辱骂客户可不是件小事情啊！他就这性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如果能改的话，就不是他了。哎，有件事我值得没想明白：高培富他明明知道你跟于鹏有关系好，那为什么每次都把项目给到咱们公司啊？一来是因为我在学生会的时候帮助过他，关系没那么僵；二来他想利用我来打击于鹏月。 顺便挑拨一下我们的关系，所以表面上是我赢了，但其实我不过是别人的一枚棋子。我说你怎么也不是特别高兴。通过这次比选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资本是什么？资本就是力量，是话语权。 无论什么人，只要掌握了资本，就可以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根扎得深一点，再深一点。哪怕牺牲再多，也要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。因为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暴风雨会折断那些腐朽的乔木，久违的阳光会重新照进雨林。只要抓准机会。 小草也可以长成参天大树，用自己的身体撑出一片天空。这是一个老的游乐场的仓库，这间是他们原来的宿舍，他们搬到新宿舍了，所以说这儿就归咱们六个了。哎，等等，一二三四就四个，那几个谁呀？还有我们两个。嗨，啊。 小雨和子珊是我邀请的，他们那房东闹离婚，所以就把他们赶出来了。听杨子说，这儿地儿挺大的，就让他们来看看。老大，嗯，不会是？大家都是同学，我跟小雨又是同事，一起分担一下房租没什么不好的，对吧？嗯，对，兄弟明白。那今后呢，咱们就互惠互助啊，彼此关照。 好吧，就别尬聊了，四处看看啊！来来来来，别客气，来四处参观一下。哟，可以啊，这么早回来了，其他人呢？他们去超市了。你回来的刚好，来，把字签了。什么东西啊？ 我问你，什么叫做所有人必须坐在马桶上小便？哎，我这一大男人连站着撒尿的权利都让你给剥夺了。你这连灭菌师太的淑女守则都没你这么狠啊！有权利就得有义务。你们男生每次都站着撒尿，把厕所弄得到处都是。你让我和子珊怎么上厕所？想要站着撒尿也行，那就每次用完厕所必须把洗手间打扫一遍。愿不愿意你自己选。还有这条。 所有人不得再晚上10点以后在客厅收看电视节目，凭什么呀？因为我要睡觉，你跟杨新伟每天半夜看球吵死人了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那我已经关小声了呀，再说这四年就这么几天，只要是吵人，一天都不行。求你不求次我，少废话，你签不签吧？反正除了你，别人都签。不签，爱谁签谁签。早知道女人那么麻烦的话，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老大让你们住进来。 你不签是吧？嗯，不签。行，来人了。来了。恒月哥哥，我可终于找到你了，恒月哥哥。你谁呀？哦。多年不见，恒月哥哥，你还是那么帅。来。 冷静一下，冷静冷静。你是太真，我就知道彭月哥哥不会忘了我的。哎呦，我天哪！2年不见，你真是女大18变啊，越变越可爱。对了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当然是叔叔阿姨告诉我的喽。月哥，你帮我拿着。哎，不是。
带着行李呀？当然是住这儿了。不是你这，哎，哇！红月哥哥，啊，他是谁啊？不会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吧？心，我跟他呢只是合作室友，谁要是当了他女朋友啊，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啊！赶紧把合同签了啊！有什么事在这说。有点事儿。嗯，找你帮个忙。找我帮忙呀？对不起，没有这个义务。就一次，就一次，够一次，够一次，就一次。我邻居，我爸同事的女儿，小时候好朋友，谁说现在找过来了？青梅竹马呀，那这关系不错，你自己慌什么呀？还是你对人家始乱终弃，现在自己心虚啊？哎，行了吧，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，这里面事太复杂，一两句说不清楚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帮我把他支走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自己说的？我说的。好不好吃啊，小朋友？好吃，好吃就好。小妹妹，乖。有一个朋友哥哥的秘密，你想不想听啊？哥哥，嗯，我今天先不住这儿了，我还是先去住酒店吧。呀，别呀，来都来了，哥再见。住呗，没事儿，住呗，住两天。不对呀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就告诉他说，你最近半夜每天都在看那种男人最爱看的视频，看完了之后呢就很兴奋，然后一个人折腾很久。既然他要来了呢，那出于对他健康的考虑，我就问他需不需要那个。如果需要的话呢，我就给他几个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胡说什么了我？我就说你最近半夜都在看球赛，吵得别人睡不着觉，问他需不需要耳塞。你以为呢？嗯，我也这么以为的呀。行，那你赶紧把那合同签了，送我屋里来啊。不好意思。我看你也升职了，恭喜。哎，你是故意来气我的吧？嗯，同样都是工作两年，我累死累活的到现在还只是个 senior specialist， 结果你倒好，直接越过了 supervisor 变成了 manager 了。我不是这意思啊。
行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像我们这种支持部门，跟你们这种业务部门肯定是比不了的。这要是换了别的私企，就冲着你谈下来的那些客户，给你个副总都不为过。嗨，我就是运气好，以后可就说不定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这运气还在用光呢？真有可能。哎，你没听说吗？最近高氏集团已经彻底被玉兰集团给收购了。你是说？咱们之前服务的高氏集团的那些业务，可能会丢掉啊。之前在合同期之内的倒不至于，但过了合同期可就说不定了。一朝天子一朝臣嘛，你没看，阁老正头疼呢。他不会盼着你再谈下一个这样规模的客户吧？那他也太瞧得起我了。哎，不过说起来啊，他今天晚上让我一起跟他去个酒会，让我多认识一些人。真羡慕你啊，能跟这种社会精英一起喝红酒聊生意，不像我只能回家看着那三个疯子在那吃泡面。哎，说到那仨疯子啊，他们已经吃了十几天泡面了吧？嗯。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回去的时候给他们带一份菜，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。直接那么给他们，这能行吗？那个别忘了于鹏那家伙自尊心强得很。能。但咱们换个方式。这么晚了还开会呢？可不咋的，不努力的话就没饭吃呗。哎，这准备的还挺好啊。必须的。行，那你们这接着开吧，声音别太大。哎，咱说哪儿了？刚才咱们说到刘师兄，然后有股羊肉味儿啊。对，这个有一股羊，什么有一股肉？我不是这，真是的。哎，这东西你敢吃，你不要命了？跟你说，要么被打死，你被饿死，我宁愿被打死，我也不能被饿。你让我也吃一口。去去，真的，好香、啊！看看我们俩这素质。哇，哎，特别香啊。吃点拉肚子，给我留点。不是我，来，你先工作，你先工作，我们来。行，杨新满，不好意思了，我用脑过度，我得补一补。你就别吃了啊，你工作去了。有时候你们不懂，吃多了上火，这东西。大鱼年轻轻，你火力那么旺，干什么？给我，我老，快。哎，你是没有看见他们三个，一个比一个吃的欢。关键是他们吃完了之后，我去问。不出你所料，没有一个人承认看过那个袋子的。对，像他们，也估计只能用这种办法才让他们心理负担轻一点吧。你说你这老大当的也挺辛苦的，又得给他们交房租，又得给他们买吃的，关键是还得瞒着他们不让他们知道。辛苦倒不至于，命苦倒是真的。命苦才不至于吧？你看你在这公司前途一片光明。还有三个这么好的兄弟帮你完成你的梦想，这命简直不能再好了。信任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负担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本来想着有朝一日重启虚拟办公室项目，但目前来看这项目的确是太超前了，所以于鹏月他们几个做的很有可能是无用功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但是你先别告诉他们啊，他们目前在创业最艰难的时期，就靠一口气儿撑着。如果这口气儿泄了的话，整个人就完了。那再这样下去要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他们的。毕竟那仨是我兄弟，而且是为了我的梦想而拼搏的，不会辜负他们的。一旦公司走上了正轨，我就去告诉他们。好歹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养活自己，即使不做这个项目的话。还有其他发展方向可以去。那你的梦想怎么办？梦想归梦想吧，就让它停留在可望不可及的地方。总不能因为自己的一腔热血，让兄弟们搭上一线吧。还是脚踏实地的，在这儿好好工作吧。这三个大傻，有你这样的老大真的是太幸福了。
哎，把门开着。嗯。啊。嚯，真浪漫啊！这香味儿。哟，好看啊！还当自己家了。坐那儿去。别乐了，一看你乐，准没好事。说吧，是不是又要借钱？我这个不借钱，我借人。借什么人啊？那个公司来了两个客户，一个是美国人，另一个是在美国生活了很久的，所以我打算这一次要用 English 招待他们。那不挺好的吗？是好啊，你我这英文没有那么完美，你英文好啊，才女各方面都那么厉害，我听你说过英文特别棒，所以我这不想着跟你指导指导。行了，真是服了你了，你真棒。老师好。嗯，是啊。上节课的东西复习了吗？来，给我。复习了。学呗，好吧。说吧，来啊，看看。等会儿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漂亮？快Thank you, thank you. 三什么 cure? Thank you, 还 thank you? Thank you 吗？哎呦我去，你这英文到底小时候东北英文吗 ？Thank you 吗 ？Thank you, thank you. 好说 ，thank you, thank you. 对，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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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英文怎么学的？真服了你了。再来，你别说你的英文是我教的啊。Found word peace. 啥 ？Found. Found word word peace peace. 嗯 ，found word peace.你倒过来念我听听。Peace were found。什么 ？Peace were found。再慢一点，我没听懂。Peace were found。那你自己说的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故意的？你自己说的，你故意的？刚才你咋样呀？故意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自己说的。什么？刚才我自己。Excuse me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太晚了，反正我也该走了。那个，是吧？那明天见。回去好好复习啊。好嘞，谢谢老师。晚安。Peace work from。闻什么呢？好像闻到了一股暧昧的味道。胡说八道。陆远，看你这几天这么开心，就真的对大鱼一点想法都没有？我对他有什么想法呀？我就教他学英文口语而已。哦，你
王老师教英文真是教的认真啊。我不是说认真的，我是说就那么一点点感觉，那种想要恋爱的冲动。我看是你有想要恋爱的冲动吧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不会相信爱情的，除非猪能上树。你这个人就是没劲，我不跟你说了，睡觉去。没劲。我们反复模拟了很多次，这个词是经常会用到的，但是我怎么都念不好。Street， 这是浊，浊辅音。来，你把手给我。看 ，street 就是浊辅音和震，就不会动。哎，有了，对对对对。street， 你看 ，street， 感觉到了吗 ？street， 感觉到了吗？记不住，对对对对，赶紧回去吧，复习复习啊。那行那行，那我那个我先回去，然后那个然后我先睡一下。嗯，不是走错了，你先睡啊。Thank you。晚安。还没睡啊？嗯，被饿醒了，出来喝杯牛奶。啥？被饿醒了，出来喝杯牛奶。哦。这。给你的。你们仨这个月没交牛奶钱啊？我请客不行啊？喝不喝？那我必须得喝呀！那有便宜不占成什么了？嗯，走。哎呀，这免费牛奶真好喝。你这怎么这么晚在这看这个呀？在屋里躺床上看多好啊！还不是因为李腾飞有点光，有点神都睡不着觉。你还挺了解他的。六年兄弟了，我连他身上长几个痦子我都能数得过来。那你倒是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觉得认识他这么长时间了，好像还不是很了解他。他呀。一个看似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浪费任何一个机会。那你呢？我跟他恰恰相反，我是一个看似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，为了达到目标，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。那你俩怎么成朋友了？我们俩呀，既然你对我们的事儿这么八卦，要不这样。我呢，告诉你，你满足了一个愿望，把我们仨这个月牛奶钱给付了。等我忙过这一阵儿，我把我们四个人的光荣事迹写本小说给你看。想得美，学你的英语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只要你站在这儿，我贴你脑门上都没问题吧？贴啊，贴啊，往这儿贴啊，贴啊！啊，别踩我！
真是你啊！你阴魂不散啊你！你才阴魂不散呢！我现在我这脑瓜子还没好呢。还有我们两个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梦幻乐园。几点了你还不睡觉？啊？几点了你还不睡觉？这马上要提案了吗？等熬过这段期间，回头再好好补几觉。我跟你说，有钱挣也得有命花，多少年轻人猝死的呢？熬夜。老大，你别吓唬我行不行？我打算30岁退休，好好享受70年呢。不行，快点弄啊！啊，小雨怎么睡这儿了？那什么？呀，他半夜起来喝牛奶，我以为他回去了呢。我睡这儿了，你叫醒。别叫了，别叫了，他睡了。我找张被去。大半夜你上哪儿找被去啊？要不这样，你干我的吧，反正晚上我也不用。没事，估计啊，睡在这儿，大半夜可能是陪我呢。没事。那我去给你拿被啊，你快点儿。
我牛奶呢？好你个臭大鱼，偷喝牛奶，你被我盯住了吧你！警察了！干嘛呀？你吓死我了！鳄鱼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盖大鱼的被子啊？干嘛呀？大早上鬼哭狼嚎的！臭大鱼，这牛奶是不是你偷喝的？是啊，啊。哎，你偷喝牛奶还敢理直气壮问我怎么了？我实验证明啊，这个不是我偷喝的。怎么不是你偷喝的？这个月牛奶钱还没交呢你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是我请他喝的，在我那扣吧。你请他喝牛奶你还敢？表情。哎，醒了？醒了就把被子还给我呀！再睡的话都被你化妆品腌出味儿来了。我还给你臭被子，谁稀罕你？臭被子！最近于鹏有点不太对劲。有什么不对劲的？每天早出晚归的，我看他精力挺充沛的。我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以前的那个于鹏月了，变得跟那些男的没有什么两样。以前的他总是为别人而活，无私的让人有点害怕。现在的他才是为自己而活，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你是说，现在的他才是他本来的样子吗？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魔方，在社会的扭动之下，每个人都会从单纯变得复杂。而于鹏月是那种天生拒绝扭动的人，不过一旦是动起来，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不同。不说他了，说说你吧。那你是属于哪种人？魔方有六个面，其他五个面再怎么复杂也不怕。我只希望面对亲人和朋友的那个面可以一直单纯下去。好的，王总，哎，好嘞，晚上见啊，老地方，梦幻花都，洗头洗脚您随意啊。行了行了，不送了啊！哎，别客气，杨子是我发小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话。辛苦辛苦辛苦，回见啊！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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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真是谢谢您了。不客气不客气，
帮助小师妹是应该的吧？哎，那不用送了，送到这儿就行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放心，这个事啊包在我身上了。好，都这个点了，要不我们一起吃个饭吧？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已经约了人了，不用了不用。那么客气，您您您的，多生分呐，师兄，叫我师兄就好了啊。哎，那个，我说二师兄啊，您这位女施主有完没完啊？哎，回去之后加我 QQ 的啦啊 ，QQ 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杨子给我介绍了个朋友，我过来聊聊。你呢？过来见师兄来了？什么师兄啊？八竿子打不着边，要不是求他们办事，我真想一巴掌呼死他了。所以说，下辈子投胎一定得投假发，别擦了，再擦就秃了皮了。握的又不是你的手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怎么回事啊这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别乱摁，摁坏了。哎，这铃不响。我试试。我看。没声。是没反应啊。哎，你看它怎么不响呀？这联系不上外边。别着急，你别紧张。哎，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你听我说，你这个时候要淡定，淡定。这赶到什么时候啊？电梯故障，电梯故障，电梯故障。此时此刻要做什么？不要着急，深呼吸，没事啊。哎呀，坐着躺会儿。哎，哎，你起来，起来！我招你惹你了我？你说你这，你这么麻烦，谁愿意看着？这样行了吧？见着你这种人，准没好事。哎呀，遇见我你谢天谢地去吧！我跟你说，还好没停电，真要是停电了，整个电梯电脑系统全……哎呦！能不能闭上那个乌鸦嘴？没事儿，什么事没有啊？我跟你说，停电都不怕，只要这电梯它不下坠，一点生命安全都没有。说电梯不继续下坠，他俩啥事儿？哎，这都两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别着急，快了。哎，我们这首歌。不许吹了！你没事吹什么哨啊你？你解闷呢吗？不许吹啊！你尿急憋不住，这人有三级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没事，这不简单吗？尿吧，尿吧。不就撒个尿吗？至于这样吗？再说，把你嘴也贴上。哎，听说喝完咖啡尿来尿是咖啡味儿的。说什么呢你？哎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那厕所在哪儿？厕所那边是吧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不是你去哪儿了？哎，把我摘下！哎，有人没有？总算重见天日了。这个破电梯我再也不坐了。
你还行呢，连根毛都没伤着。我可倒好，都快被你绑成木乃伊了。哎，这是你自己出的馊主意，你可赖不着我。哎，你怎么出来随身携带胶带呢？你没听说过啊？女生的包就是百宝箱。公司楼下不是有几只野猫吗？我有的时候没事会去喂它们。这个胶带沾猫毛再合适不过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还挺有爱心的啊。行了，都这个点了，吃个饭去吧，走。哎，我不去，我还得回公司干活呢。干活之前你也得吃饭啊，都困了仨小时，我都快饿死了，也该到吃饭点了，走吧。哎，事先声明啊，我可没带钱。骂人的是不是？我请客，好不容易被困一次，晚上的饭局我都推了，带你吃点好吃。哎，走一个。我从不在外面喝酒，尤其是跟男人。安全第一是吧？哟，得嘞。吃烤串，烤串安全。嗯。看我干啥？好不好吃就完了。嗯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家烤串的味道，方圆十里你找不出第二家。上学那会儿，我们哥几个天天在这吃，这冲我们据点了都。天天下馆子，那你们几个够败家的呀？你以为我们几个是广家里要的钱？我告诉你，上大学那会儿，我们四个全凭自己的实力挣的。我们几个做旅游代理，光大二十一黄金周那次，我们就带着1000多个大一的学生出去旅游去，每拉一个人，旅行社就给我们返5块钱。这么厉害？那后来为什么没接着干了？遗憾我们几个干这个挣钱。呼啦涌出一帮做代理的，这个让五毛，那个让一块，市场都快做乱了。那你们这不就亏大了吗？不亏啊，在市场做乱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把资源和我们的渠道打包给下一家，我们成功拿钱上岸。这鬼点子一定是你想的。哎，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夸我？哎，我见过脸皮厚的，没见过你这么厚的。小雨，你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吃东西呢？你看看，你还和男人喝酒是像什么样子？你管得着我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愿意。来，我们喝酒，别理他。他谁呀？管得着吗你？喝不喝？来，我来。划拳会不会？划拳？划拳？15-20，你会不会？那我。会不会啊？15-20。我是会还是到底会不会？会。来，5-10。我说，来，我喝。哎，走走走。干嘛呀？你放开我！干嘛呢？放手！干嘛呢？过分了啊！他凭什么跟你走啊？没你的事儿。坐下。我跟你说过，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也无权干涉。我现在数3下，如果你还不走，我明天就离开这座城市，我让你这辈子都看不见我。我说到做到。1、2。你别搓手了，赶紧走吧。我走，啊，我走。少喝点酒，早点回去。快走吧，要让你走呢。啊，我走了。快早点回去。留。别喝了，你怎么也那么烦人呀？我喝酒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喝我自己的酒。
不是多难受啊！那喝完了之后，那酒不是那么喝的。你之前不也天天这么喝？我那是为工作。你为工作是吧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工作是为了什么？你工作是为了赚钱吧？好，那你赚钱又是为了什么？像你这种人肯定说，我赚钱是为了理想，我为了实现我的梦想。好，那你实现梦想，你又是为了什么？你是为了高兴啊，对吧？我此时此刻，我现在喝这酒，我就觉得很高兴。那我为什么我不能喝这个酒呢？什么玩意？行行，你说的都对。哎哎，但你别喝了，别喝，别喝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听我跟你说。你看，人家奶奶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他一来的话，你就那么闷闷不乐？有事你告诉我，我给你评论。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跟你没有关系。我没管你，我这不替你打包。跟他没有关系。我跟他永远都不会有关系，我跟他就是没有关系，你懂吗？是没关系，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啊，没关系，别喝了，行吗？烦不烦呀？啊，宝贝儿，别喝了，行不行？哎，别喝了，哎，别喝了，啊！我要去公司。那不行吗？直接回家吧。你都喝成这样了。不行，我得去工作了。工什么作呀？你哎呀，你都喝成这样，哎，你不去，我得自己去工作啊。我去自己。哎，行，我陪你，这边走。喂，你好，腾飞。上次那项目你那仨兄弟干的是真漂亮，我这还有一急活，他们仨最近还有没有时间啊？帮我问问呗。行，我马上帮你问问啊。哎，快点，等你消息。哎，好的。小姐，于姐，到公司了，于姐。哎。醒醒！我要抽烟。那个，我知道。我刚才问了一下他们，他们仨暂时手里有其他项目要做。啊，这下可麻烦了。行，那我找别人吧。好。早啊。嗯，早。你醒了？嗯。找有事啊？对不起啊。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
昨天晚上我喝多了。我怎么不记着呢？谢谢啊。哎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我尊重你的隐私。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你离开那个男人挺好的，真的。毕竟他的岁数都能当你爸了。哎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于鹏远，你给我站住！又怎么了？你，佳宇啊，你不是说开会吗？还开不开了？哦，马上上去啊！你先去吧。我等会儿你。你上去等着去，我就在这等着。你说一说。我就是想谢谢你。你刚才不是谢过了吗？哦，那没事了。怎么？没睡好？嗯。加班了。昨天是出去应酬还是？腾飞，我有点困，想先眯一会儿，等会儿到你叫我行吗？啊，走。谢谢啊。